靠北没装好。跟起司蛋，蛋堡，哎，我要蛋饼就好。不用，谢谢。早餐，今天单点，妈妈带小孩。不过我没带证件，算了，晚点再来吧。好，早安，现在是9:11，然后今天早餐一样是路易莎，我是单点它的培根蛋堡，然后泡阿里山咖啡。阿里山咖啡，中培。对，我早上在路易莎的时候，我特别观察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去弄这个蛋堡。他们其实是把蛋放在微波餐盒玻璃的，放到微波炉，把它就微波成那个熟蛋，然后再把那个培根叠在一起，再微波一次。然后呢，它的面包上面有涂那个花生颗粒的花生酱，所以吃起来口感还不错，算很快。以咖啡店来讲，要弄一个早餐，那又要不油烟，我觉得这个方式还不错。对啊，东西是还蛮好，是简单的。昨天蛮特别，其实昨天并没有规划去空拍，我纯粹是我那个朋友，他很有趣，有时候他会忽然就问你说，哎，我们要不要去哪里拍？不然说实在，他如果没有约我，昨天应该不会出去公拍，了不起楼上拍一拍而已。那主要是一来是我现在没有车了，没有车我是比较不会到处跑。你说我要刻意搭火车到基隆，或者去租台车到基隆，那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动机我才会去，否则我不会。所以也许有人会说啊，这个就是没有车子的麻烦，我是觉得还好，因为。这个去那里拍这件事情并不是必要的，就是可以有可以没有嘛，那有就去，没有就算了，不一定说一定要为了，应该说
不需要为了要去哪里拍而准备一台车子的，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有就有当成惊喜，没有就没有啊，随缘啊。对，好吧，先吃早餐。那今天可能会先把那个投影机的影片啊分享那些先做一些准备，然后昨天拍的那个空拍那个和平岛那边，我们在蛮靠近海岸边的，不过那里还是很安全，因为下面有那个防波块，而且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也很注意安全。那在那里拍发现很漂亮，而且呢那里离基隆屿更近，所以下次如果想要飞基隆屿可以从这里过去，可能会比较快且安全，而且那个视角很棒，就是很清楚，有机会会再去一次。然后昨天的影片其实因为我剪成 video 可能比较偏的，我想说再把那个环绕兴趣点环绕那一段呢，再把它单独剪出来，好吧，吃早餐。好，午安，现在12:28，早上我本来去上班的时候经过那个超商要去领货，这个，那因为我昨天忘记带皮夹，所以没有证件，因为这个已经付钱了，所以没办法拿。那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那个职人工厂，就是在社团里面团购。这个，那这个东西是CNC 去车出来的。原本滑板前面是两轮，那这个可以变成四轮。在应该半年多。接电话。喂，你好。订单要做取消，好，这样。是今天的吗？保护贴 ，OK， 好，OK， 好，好，对，好 ，OK， 好，拜，网购的订单说订单要取消，那我已经安排厂商出货，所以我现在先叫厂商不要出。刚处理一下，就是叫厂商不要出货。那这个是可以让原本是两轮的变成四轮。那是我早期在应该是半年多前吧，我曾经改了一台，那时候台湾应该我第一个吧，我把八轮的前轮移到鱼板上面。那后来就很多人有类似的灵感，不过这种跟我之前改那八轮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八轮是有弹性的，这个没有。那实际效果怎么样？是不知道。不过我是好奇的，买来看看。那至于要装在哪一台，我还没有概念，再看吧。等有装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不过它的东西材质是真的是不错。那午餐就这个三角饭团。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忙。对，刚刚又把那个我昨天拍 video 的中间有一段，就是我在空拍，因为中间有拍到一段是兴趣点啊，兴趣点的拍摄方法，那我把它独立出来分享，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都很少用那个功能，但是那功能还真的蛮好用。刚刚分享那影片的时候呢，有网友说，SPA 没有那个兴趣点这个功能，我查了一下，还真的没有，因为我很少用到里面内建这种自动的功能，大部分用手去控，所以 SPA 并没有兴趣点。那讲到 SPA， 我这台 SPA 从送修回来只飞一次，那后来好像9月份要更新，我都一直没更新，因为想到飞还要更新，还要花时间，我很懒得弄，我已经好久没飞了。那像到
海边或者是风大的地方，这个也不适合飞，这个只适合近距离，那你纯粹想快速飞上快速拍，这台比较适合。最近有空再拿出来飞一下，但是要飞之前要先升级完才可以飞。哦，1:05，我现在开始改滑板的时候，发现这个人蛮细心的。他说咸鱼爸他的联络资讯有填一份，水板再附一份。哦，这个就是这种可以感觉他是很细心的人。不过呢，他在装箱的时候，他没有这里没有在、没有在把它保护起来。那如果我比较粗心，我画下去可能会把板子画受伤。不过因为我已经有经验了，是不会这样子的。我最好是能够再做一个保护会比较好。好吧，我开始改。好，3:50，忙告一段落。我中午有去超商领的那个。就是四轮的支架，那个是 CNC 的。那我想说利用点时间来把它装起来。那我想来想去，也许我可以把它改在这块板子上。那支架是这样子，然后我本来就有一套那个培林，那这个是之前8轮的轮子。那我想法是这个当前面，那这个当后面，这样子。好，我们试看看。完成了6轮。我原本完全没有想要改成这个样子，但莫名其妙就变成这样子。这不是计划性的改装。然后原本灯会磨到，现在因为这样子也解决了。4:48，下午茶完成。今天下午茶是我女儿做的棒蛋糕，柠檬棒蛋糕，可丽露，咖啡。其实下午应该要做那个投影机的影片的剪接，但是忽然想到装那个滑板，又花了一些时间。那现在吃完之后再继续。5:30哦，那。因为刚刚有把这个滑板 po 到粉丝团跟社团，然后有网友就私底下建议我说要加上防线片，就这一块。哦，这一块。原因是因为我这块板子它是属于下撑板，就是它的桥架是装在板上面，并不是像一般的在板的下面。那我现在装了板的下面的话，因为它前面这里比较脆弱一点，所以我如果压在这里这个地方是有可能这里或这里的结构是有可能会有断裂的风险，所以加上这块铁片的话可以强化，所以这也是自己 DIY 很多细节会没有注意到，那有人提醒我们就要听。那如果各位有遇到这种下沉板的，记得就是要这样加，好。5:48上来拍缩时，我晚一点点，那个太阳刚下去。
像慢那么一点点，不过我放在那边。好，待会再上来收，好吧，下去。所以没装好。怎么会没装好呢？哦，它后面退出去了。我要震一震，会从后面这里退出去。没有这个六角的尺寸螺丝起子，所以这里锁下去的时候，它从后面退出去。好，今天不划这一块，先摆着，明天再处理。7:38，又回来，刚刚划到一半，那个六轮跑掉，原来是我没有锁紧，它两边都可以动。我滑这一块回去，你好吗？他现在才下来。啊，你女儿回来的时候他就下来了。哦，好，好，好了。